现在住的地方又逼又没北京，环境又差，汽车又远，我想搬屋啊。全 KO 最值得买的薄薄的有没有啊？看看先。Hello， 各位老板们，我是 Max。你们安静安这个 life 绝对是明智的选择。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买屋之前最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价钱 ？Package？ No， 你们应该考虑的是地点、方便、环境，还有 property 背后带来的 property value。像这四点，在这个 project 里面，我都可以给到你。你 Brighton Residence 的地点在 City Wangser， 它去 KL 中心只是 6km， 而且它的 access 太方便了，主要大道有 LTP、MR2、Duke、Federal Highway、Highway Express。不想驾车，嫌大哥太贵，不用紧。LT Station、Moira 也为你们准备好了，是不是方便呢？我去买东西。当然有啦 ，City Wangser。Neighborhood 就是他吧，你要 shopping mall、银行、医院、学校、吃喝玩乐都可以给到你们了。In Brighton 整个 building 才766个 unit， with 7.6 acre， 而且一个 block 还有7个 lift。我们这里最小间是 from 1000 square feet， 三房或者三房 concept 我们这里都有，而且这里最少两个 car park。老板们，除了在这里，在 KL 哪里还可以找啊？错啦。Mr. Barlow, 咁靓咧，有美的 view， 两个就够了。一就是看 Angle Link 跟 Ding View， 二就是看四大天王。我说的不是香港的四大天王，我说的是 KL 的四大天王。两个 view 都很要，买两间哦。135看 Angle Link， 246看四大天王啦。你的什么？我的梦想啊！哇 ，Sky Garden，Sky Lounge，Sky Gym， 水明富 ，Jacuzzi。说到滴滴王社，你们一定会想到达曼达斯滴滴王社，还有就是它的环境都是满满的独立式房子。滴滴王社绝对是属于高档的住宅区，这是你们机会来了，用平民的钱买入高档的房子，要进入高档的住宅区，不要等了，机会只有一次哦。啊，我有啊！哎呀，忙紧咗啦，等我啊！我要过嚟啊！林在那边，马上按进去找 make appointment， 我在showroom等你们来。